还没有，还没有啊，还没有到7点钟。对对对，那边楼下后面。各位同学哈，我们的下一堂课啊，发展报一概选题，在我心目中啊，是台湾能够今天能够有这种民主化的日子啊，一个非常伟大的英雄，他真的是我的心目中的最第一个第一名的英雄。我爸这类人哈，所以年纪跟我不是差很远啊。我爸既然是要读高中的时候。1970年的时候，向酒店国开钱的人，伊家己父啊，父啊就是他的太太的弟弟吼，啊，伫迄个纽约的吼，向这蒋蒋经国行事。迄阵，伊在以前的学生囡仔吼，尤其是啊，小学较早读册吼，这方面拢无概念。由于他的行事，蒋经国报纸足大篇。报出来，他叫我开始警觉到，讲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啊，那有人遐尔啊勇敢，敢向这个蒋经国吼跪下，啊，所以我感觉这一位吼，真正是不只是我的，大概在我的这种童年的这一代人吼，我们感觉讲这个人就是大概心目中的台湾英雄。我相信后面应该感到非常的非常的幸运。今日吼，要甲人上一节课，啊，伊就是叫郑志凯先生啊。等下吼，咱大家认真甲听讲，伊即个经历，啊，伊要介绍咱台湾精英的时代吼。啊，伊行事以后吼，经过好几年的逃亡啊，啊，无伊叫着你来讲，他吼应该有非常好非常好的前途啊。但是因为他的逃亡哦，啊，当然是，啊，被国民党的追杀，甚至回来台湾是马叫第一关的，那刑事蒋经国伊啊，伫美国红关，伫台湾都去红关，所以他们讲，应该我不要形容啊吼，但是我用这个机会吼，伫咱大家在同学里面讲嘛，这个人真的是台湾哦，绝对不可多得啊，别当大家别当比这个英雄，咱来欢迎这个。郑志凯，郑先生，咱的上课开始。郑，请你。各位，咱民政府的夏令营哈，第一届夏令营的学员哈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拄拄啊，我要来吼，到着30多号啦吼，应该较凉吼。即摆天遮嘛呢，真要哪讲，真湿啦。台湾的讲真湿啦吼，北京的讲真闷啦吼，无啥共啦吼。各位第一条哦，诶，袂歹哦，
我拄着少年咯，我甲讲，伊拢伫甲看咧，毋知听我听，我伫甲看我。哎呀，这有代沟，啊，所以拄仔我来看了这少年咧吼，恁这少年我话，这堂课可能无好上咧，可能有代沟咧吼。啊，拄拄仔秘书长安尼讲吼，讲1970年代刺杀蒋经国的吼，那是刺客就对啦。北京话讲刺客吼，啊，各位有感觉我有升刺客？诶，无啥成咧吼，看安尼斯文斯文咧吼，讲话阁慢慢啊吼，安尼有成出口无啥成咧吼。啊，其实有啦，伫1970年代哦，我是真猛哦，我即毋敢吼，即摆伫秘书长个头前我较毋敢吼。诶，啊，我伫两礼拜前吼，伫即个孙文纪念馆吼。有举行一个油画个展啦吼，我差不多5、6年前吼，因为我本身是学建筑的吼，我是成大建筑系吼，1959毕业吼，啊了后1962吼，有出国去美国，啊去卡内基梅隆吼，恁可能捌听着吼，一个大学啊摕着这个。叫做 Urban Design 哈，都市设计的设施啦哈，啊，所以是建筑设计的哈。但是5、6年前，我就差不多设计工作哈结束了哈，啊，我就开始进入去第二个人生规划了哈，我开始画油画哈，啊，这个两礼拜前的这个个展哈。是我这个油画哈，第11次，第11次的油画个展哈，啊，叫个 DM 啦吼，大家会当摕去做参考吼，诶，我油画作品来，啊，拜托你看下。啊，当然今仔这个课吼，我主要是咧要讲咱1920年代甲即马吼，即个台湾人对即个即边啊无，对因所处的即个时代吼，因到底爱台湾、疼惜台湾是用什么款的方式啦吼？啊，我会想讲，啊，今仔日是，哎，谢谢。今仔日是7月初9拜六吼，啊，各位敢知影？今仔7月初9吼，即个世界吼有一个新的独立的国家出现，各位敢有听着？啊，敢知影？你无看报纸？苏丹吼，苏丹的即个国家吼，伊即马。苏丹的南部叫做一个 South Sudan 哈，伊今仔日独立，毋是伊宣布独立啦吼，是伊独立，因为今年的1月初9，啊，1月初9月9号吼，这个苏丹吼，南部苏丹有一个公民投票吼。英文叫做 referendum 哈，这个公民投票，啊投票，啊结果呢，因有一个约束就是讲投票率哈，投票率一定要超过60%，这个投票靠遵守的哈，啊结果呢，投票率是98%，98.8%哈，投票率哈，啊。这个战争，因要和这个苏丹分开，变成做一个独立的国家，诶，这个战争的票呢，哦，非常高，98%吼。啊，其中个1%就是讲因要和原来这个苏丹吼，啊，佮做伙安尼吼。
啊，所以就是伫迄个今年正月初九，即个投票已经通过，啊，所以伫六个月后，今仔日扫苏丹吼，变成做一个独立的国家吼，啊，这当然是予台湾吼真大的一个鼓舞啦吼。特别是咱台湾人到目前吼，还佫毋是一个国家，啊，咱本身还佫无国籍吼，啊，所以比较着遐吼，实在是咱感觉讲咱实在是吼，真无尊严啦吼，啊，甚至讲迄个伊斯兰遐散的国家吼，诶，咱嘛是国家咧，咱嘛是国籍的吼。咱拢啊个必输人就对啦吼，啊所以，拄啊是咧讲必输掉讲，哎，啊咱要上课以前吼，啊来讲一段1970年啊刺杀这个蒋经国吼，啊大概这个故事的经过到底是安怎吼？啊，我是台南人啦吼。各位可能北部的较济吼，可能中部的来较济吼，我台南吼，啊，但小学一直到大学，啊，拢伫台南，唔捌离开台南嘛咧吼。啊，即、這个，伫1959成大毕业吼，啊了后就是爱做兵吼，啊，迄阵的做兵呢，我是做一年跟两个月。哦，伊即个做兵的时间吼、哦，变来变去吼、哦。啊，阮迄阵拄拄做一年两个月吼、哦。啊，阮迄阵是用抽签的，哦，啊，建筑系毕业的话，大家拢抽到海陆啊吼，海军陆战队吼。哦，啊，伊做兵的时吼，哦，推甲呢真艰苦就对了吼、哦。啊，毕业了呢，阮伫做兵的时阵吼。哦伫迄当时、迄个年代吼，1970到即马已经40几年啊吼。迄个年代的即个大学生，吼，差不多恁即个年纪吼，迄阵的整个的社会的气氛吼，就是讲大家毕业了后，就是想要出国，是安怎要出国呢？就是要离开台湾。啊，是安要离开台湾呢？因为台湾的个政治气氛，即、這个高压的手段吼，啊，搁1960、70年代刷来即、這个228刷来即个白色恐怖迄个年代吼、哦，非常的无迄个自由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大家拢要出国，啊，搁啊拄迄个时代，美国的工业。多多开始发达，啊，所以真济美国的大企业吼，啊，拢有提供这个，哦，外国美国以外的这个研究生的奖学金，哦，啊，所以真济人请的真吼，拢会请的着奖学金。啊，我迄阵是请美国三间大学吼，有这个 admission 吼，就是入学证吼。啊，其中一间就是 Carnegie Mellon 吼，伊即个 Pittsburgh 即个所在，伊予我 full scholarship， 啊，意思就是讲，我的注册费、我的学费、啊，我的宿舍费吼，哎，拢免钱吼，足好个咧吼。啊，但是问题是吼，咱台北上山机场要去到美国，我行路袂到咧吼。啊！你收水嘛未够啊，一定要坐飞机啊，还是坐船啊？啊！伊讲1960年代吼，咱台湾的经济啊，佫无像即马呢，哦，大家真富裕，真有钱，一阵无吼。啊，所以阮爸母就咧烦恼讲，即、這个囡仔有奖学金，啊有入学证。啊，但是无机票啊，无机票要去美国，啊，所以阮老母吼，伊就将伊个金破链、金手指吼，啊，白白个摕予我吼，啊，叫我摕去
高雄有一个桥仔头吼，阮一个区伫遐咧开金仔店，是讲你即个摕去，互恁阿舅安尼吼，啊换现金，啊甲用即个现金去买机票安尼吼。啊，伊当时留学生呢，要出国是拢坐包机，每台飞机拢留学生，吼，啊即个无常吼，啊感觉讲诶。啊！坐包机一定是较贵咧吼，我坐包机，毋是迄当时学生啊吼，讲坐包机吼，啊较俗个咧吼，啊所以飞机离开即马台北个松山机场吼，啊飞去哩天顶个时阵，哦，大家心情是非常个欢喜吼，非常个兴奋，讲哇，安尼已经离开台湾啦。离开这地吼，那就是魔岛啦吼，魔鬼的岛安尼吼，离开这个这款生活安尼吼，啊，要去美国，要追求较好的生活，追求较自由的生活吼，啊，所以就安尼飞去吼。啊，我伫啊要出国以前啊，因为我伫生态内底建筑设计吼，啊，不止啊好，成就真好吼。啊，系主任就甲我讲，你若即个做兵了吼，啊，转来新台建筑系，你会当转来做助教安尼吼。啊，当时我当然是真欢喜啦吼，因为迄当时毕业吼要找头路啊真困难吼，啊，佫会当做兵了，当转去做助教，哇，这都赞啊吼，等有找着头路咧。啊，结果呢，我做兵了去新台吼，啊，做差不多两礼拜的这个助教啊，啊，到尾这个新台教务处诶，就叫我去啊咧，就甲讲诶，你未使做助教安尼啦。啊，当时我嘛傻无咧吼，诶，啊，你连咪通知我来做助教，怎么讲未使做助教咧吼？啊，尾啊呢，啊，甲发觉讲，因为我伫大四吼，大四吼，大学四年诶时阵，我有一个教授，一个水彩诶教授吼，伊喊我袂歹啦吼，啊，伊摕迄个要加入国民党诶迄个申请书吼，申请书叫我填安尼吼，伊讲吼，你来加入国民党安尼吼，啊，加入了后有足侪好处吼。啊，你要出国真方便，啊，以后要找头路啊，真好找头路吼，有种种的好处啦吼。啊，以前咱是大学生吼，啊，搁少年吼，啊，真正直吼，真有义气吼。我想讲，你加入国民党有遮济好处吼，啊，无加入的人诶，都无好处咧吼。我认为讲安尼唔对，吼，安尼即家咧都唔对啊，所以我就甲拒绝吼。啊，因为有即个记录吼，啊，所以伫新台我做两礼拜助教就互辞掉啦吼。啊，所以我就来到台北安尼吼。啊，伫台北出国以前，我伫中原吼，即嘛中原大学吼，啊，它叫做中原理工学院吼。理工学院啊，要一个建筑系，我伫遐做助教。啊，我要出国的时阵吼，伊遐这个教务长是美国人，啊，所以我要出国，我有遐三思啦吼。我是讲啊，我着有一个机会要美国读册安尼吼。哦，啊，伊真好咧吼，伊讲啊，你若先去西雅图吼，有一个美国朋友，啊，你会当去遐吼。当个教课安尼吼，啊，甲我写一条推荐函吼，啊，我着照伊这条批，啊，着飞去美国。啊，我台北直接着飞咱西雅图去，因为呢，1962吼，拄拄西雅图一个 World's Fair 吼，就是世界博览会啦吼，啊，世界博览会就是各国吼拢有代表性的迄个。建筑吼，伫迄个所在安尼，啊，我想讲，我学建筑个应该来遐吼，去参观各国个建筑设计，啊，所以就飞去西雅图，
我就是这个教务长的这个朋友吼，我就去找吼，因为伊有这条配偶的住址吼，所以我就坐巴士啊，慢慢啊，摸摸摸到迄个所在吼。咱在美国吼，伊的 city 内底吼，大部分的中产阶级的吼，食头路的，因无住伫 city 内底 ，city 拢一寡，比如讲。经济较歹个吼，住伫市区内底，啊，经济较好住伫迄个郊区，吼，伊叫做散步吼，郊外就对了吼。啊，所以我找到迄个郊外迄个所在吼，真无容易去找着迄住址吼。哦，啊，真欢喜呢，啊，着按电铃伫里个试吼，哇，电铃阁拢无人应呢吼，讲我害啦嘞，啊，即摆找无人。啊！个行李只大卡，啊，唔知要带倒去，我真烦恼啊嘞。啊，拄拄啊，有一台车吼，驶过，啊，佫开了转来吼。伊看这个社区内底吼，有一个东方来的一个囡仔，啊，伫遐咧饲电瓶吼，我伊就来甲问，问我你是要找甚物人啊嘞吼？我想。我就要找这间厝的这个主人安尼吼，伊讲无啦，拢无人伫咧吼。今仔日是美国的 Labor Day 吼，美国的劳动节，啊全国差不多拢放假的吼。我话一下摆的吼，啊大家拢无伫咧，啊我是要去找啥吼，啊要转去嘛，唔知讲转去到西雅图市里的时吼，啊要去住底嘛拢唔知咧。啊！结果这个美国人阁真好呢，吼、哦！伊讲话叫话，你来住阮家安尼吼，我真欢喜咧，讲哇，一声拄着贵人咧吼，叫我去住因家吼，吼、哦、啊，我着去住因家，啊，因家也拄好，因太太、因囡仔拢去度假吼，家一个伫厝面安尼吼，啊，所以住因家，啊，伊看我出国的时阵吼，迄当时安尼。撸一个五分头吼，迄当时拢流行剃五分啊，五分头安尼吼，啊乌打散乌打散吼，啊所以伊就剪一个 steak 去请我呢吼，我真欢喜嘞吼，一个一生第一摆食 steak 吼，食只牛排安尼吼，我袂歹哦，但是呢，我话只牛排我切了吼，哇，都有花嘞吼。这副白浪花，我到底安怎呢？但是这人好意啊，好意要请你吃牛排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嘛无法度嘞吼，嘛、哦、是挂花安尼吞就对啦吼、哦，啊吞下来个话，真好食，真好食吼、哦，哎，确实人真好啦吼、哦，啊，我是甲表示讲，啊，我是要来西雅图吼，要参观这个博览会，啊，伊甲我讲。安尼无问题吼，啊，所以透早差不多10点吼，甲载到门牙口，吼，啊，下晡是4-5点，啊来甲载转去安尼吼，啊，从安尼我伫博览会参观差不多3-4天吼，了我就准备啊转去这个 Pittsburgh 安尼吼，啊，伊当时我对美国嘛无啥物概念吼，唔知讲。西雅图到 Pittsburgh， 啊是讲美国的西部到东部吼，距离是偌远啊？唔知影咧吼，是讲啊到台北到屏东尔咧吼，无够偌远咧吼。啊伊问我啊，你要安怎去 Pittsburgh？ 讲我来坐 Greyhound bus， 我喺度咧海头咧，哦 Greyhound bus 吼，从美国的西岸福利到东岸吼，爱5-6天咧。你是了咱去安尼吼，我迄阵想讲，第一省钱嘞吼，啊第二，佫会当沿途安尼吼，小可观光一下吼，应该是袂歹嘞吼。啊结果呢，哦，迄个人蛮出名，坐5-6天坐到吼，因为拢困伫车内吼，啊休困的时阵，伊就中途停伫迄个特米啊吼。迄停车场安尼吼，互你落来，迄个食一个饭，啊了后继续驶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坐到 Pittsburgh 的时阵吼，喙齿拢肿起来吼，
拢睏袂好势，啊，食袂好势安尼，有这段经过啦吼。啊，我是六二到遐吼，啊，1963吼，啊，我就收到这个日本出版的一个叫做《台湾青年》吼，这个刊物啦吼。这就是一个在日本的留学生吼，因家己发行的啊，台湾独立的这个杂志吼，啊，我有收到这款杂志，我读读下个，我了解下原来台湾的历史吼，就是安尼吼，啊，第二八事件安怎发生，吼，啊了，我那过去读迄个教育课的。福摩沙比吹，哦，比出卖台湾，我阿个如果了解讲，哦，原来二二八是安尼吼，安尼杀人的吼，阿个了解讲，哦，二二八根据约克克吼死亡的人数，哦，大死啦20000人以上安尼吼，了解者，啊，所以有了解台湾的情形吼，啊，所以我伫1963。就参加这个伫美国的这个台湾独立运动啦吼，啊了呢，就当然是好好读书。我1964啊毕业了呢，石头路啊，啊石头路我是先去这个波士顿吼，伫这个 Maryland 这边，甲靠近东华，啊了呢，在东华，佮佮去哩 New York City 吼。啊，美国的独立运动吼，伊是伫主要是美国台湾人伫美国的留学生，伫一个城市主动吼，家己组织起来吼。比如讲，洛杉矶有一个 group， 啊，伫 Madison 吼 ，Madison Michigan 呢，嘛一个 group 吼，啊，伫 New York 我那有一个 group 吼，啊，所以就是讲就。规个四散伫美国大都市，即个台湾独立运动的小团体吼，啊，就大家整合起来吼，啊，变成一个较大的组织吼，啊，大家将即个啊人员呢，希望会当集中伫纽约市里吼，啊，所以伫即个1970年，啊，阮就成立即个啊世界吼，伊叫做 World United。啊 ，Formosa for Independence 吼、哦，就是讲世界诶台湾独立联名啦吼、哦，啊，伫即个1970年正月成立吼、哦，啊，1970啊，拄拄啊好呢，即、這个蒋经国迄当时，伊是国民党即个政府诶副行政院长，啊，佫毋是行政院长吼，伊、哦、是副诶吼。哦啊，因老爸蒋介石呢，佮派去即个美国安尼，度一个金的吼，啊，提高伊地位吼，啊，准备要接班安尼吼，啊，所以伫1970吼，啊，阮就知影伊来美国啊吼，啊，所以就真济海外留学生呢，大家想啊，即真好机会吼，会使佮暗杀安尼吼。试过拢安尼想，大家安尼想吼，啊，结果实际上来执行吼，就是我吼，啊，甲这个阮这个太太兄哥吼，吴文良先生吼，伊当时是康奈尔大学诶这个博士诶研究生吼，啊，伊当时嘛含这个李定辉吼，同一间研究所，同一间学校安尼。可能大学，所以阮就参与这个试奖的计划吼，啊，当然就准备一寡这个武器啦、枪支啦这物件吼，啊，伫这个4月的时阵哦，蒋经国一旦台北就飞来到美国，伫洛杉矶受到这个。美国的台湾人学生的示威抗议吼，啊一路啊拢在抗议吼，伊直来到 New York City 吼，啊，阮就准备要行动吼，啊，伫即个1970年的4月23号暗时吼，
啊，阮开一个会，啊，决定讲，哎，啊，二是伊到纽约个时吼，到底啥物人要开厂，吼、哦，啊，总毋免讲迄个，大家拢开厂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到尾呢，因为吼、哦，要开厂这样代志吼，啊，非常的严肃吼，啊，非常的即个沉重的代志吼。煞无啥物表示啦吼，啊，所以我是讲啊，无安尼好啦吼，啊，由我来开枪吼，啊，但是我安尼讲呢，我无想我诶，安尼袂使袂使，因为吼，我当时也已经结婚啦吼，啊，两个囡仔吼，伊讲安尼吼，牺牲上过大吼，伊讲要由伊来开安尼吼，因为伊迄当时虽然也未毕业吼，啊，嘛也未结婚啦吼。啊、所以伊决定讲，伊要开厂安尼吼。啊，所以伫即个1970年的4月时吼，啊，差不多12点的时阵吼，伊即个蒋经国伫 Hotel Plaza 吼，有一个 lunch 啦吼 ，lunch 就是讲有一个午餐会吼，午餐会吼，啊，伊招待一挂美国的啊，生理界的一挂人吼。啊！伫迄个所在要做演讲安尼吼，啊！伊当时呢，即、這个 Hotel Plaza 的门口口吼，哇，拢是政治人员吼、哦，有即个纽约州吼，诶、哦，即个政治人员，穿最好诶，无穿最好诶，纽约 City 诶政治人员吼、哦，啊，即、這个蒋经国本身家己炸起诶保镖诶吼，为甲呢？伫即个入口的大厅啦吼，啊，迄当时温文良已经人也是藏伫即个政治人员的内底吼，因为政治人员拢按无同的即个单位来的吼，互相嘛无一定认识啦吼，啊，所以即、這个伊嘛毋知温文良是政治人员还是刺客哈，毋知影吼，啊，所以伊12点正阵吼。啊，伊个即个乌色的轿车就来啊，吼，啊来到即个旅馆的头前，吼、哦，啊开门了就慢慢行向即个旅馆的即个大门，吼、哦，啊行到迄个旅馆大门内底有一个旋转门，吼、哦，迄个时阵呢，温文良就开枪啊，吼，啊伊开枪呢，因为伊边仔拢是政治人员啊。啊，所以手举起来时吼，警察目睭吼看到吼，将伊手甲弄去吼，所以弄关起来吼，所以撑开去的时，离将近哦高个头壳吼，差不多20公分吼，都拍无着吼。啊，因为即门撑开开了吼，有真大声嘛吼，啊，迄政治人员哇开始就乱啊，走来走去啊，啊，吴文良呢，互即个警察吼。哦，比头个加足悬个哦，随个饲落去涂骹，啊了呢，三四个警察就挖来吼，拢拢个缀落安尼，缀落涂骹吼。啊，因为我们两个人细汉，啊，遐济真大个人个缀啦吼，伊怎啊等迄个警察个骹吼，怎啊锁出来吼，怎啊爬出来，怎啊徛起来安尼吼，啊伊徛起来了后，伊大声喊我吼。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安尼吼，伊是讲让我站起来吼，像一个男子汉安尼吼，卖甲饲咧涂骹吼。啊，所以迄一天的这个 New York Times 的报纸的头条新闻就是这条吼。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吼，啊，这个事件呢，啊，受到这个媒体真大的注意，啊，了解台湾人的追求独立。啊，即、这个意志吼，啊，伫即个第一摆吼，伫海外遮尼大个报纸吼，啊，顶出来安尼吼。啊，当然即、这个代志发生了吼，因为我来撞我去吼，所以互即个警察骂一下吼，我目镜破去吼，啊，我头也流血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刺伤即个案件唯一流血吼，都变我了对啦。嘿，啊！了，阮两个就即个纽约的即个
进出吼，要收啊，啊，要压去啊吼。啊了后呢，因为这个故事啊真长吼，这个一直到吼，咱时间到八点半嘛吼，所以还够有时间吼。所以压去了后吼，出来就是这个。别安那报销啦吼，交保交保啦吼，就是你用迄个积压啊要交保，啊交保呢，伊当时这个国民党的驻纽约的这人员呢，去找这个美国检察官，哦，啊是这个司法的讲法哦，这应该是干涉司法啦吼。而且美国的国民党这人去找美国检察官吼，啊，甲因施压力，就讲阮两个人呢，袂使放出来安尼吼。伊讲啊，这都还袂定罪啊，哪有可能无放出来？吼，伊讲安尼啊，无你着报赏金吼，罚四金哦，啊，该用我足悬的安尼吼，互因无法度交报赏金，啊，就袂当出来。啊，所以结果呢，阮两个人的报销金吼，啊加加嘞吼，两个人拢爱加起来20万美金啦吼。啊，迄当时是1元美金兑40元台币吼，啊是真侪钱吼。啊，大部分伫美国的台湾人拢是留学生吼，啊经济嘛无好啊，我要存点钱嘛真困难吼。啊！但是这个事件呢，对全世界的这个台湾留学生吼，的这个影响啊，冲击真大吼。啊，所以大家非常踊跃吼，啊，拢捐一寡钱啦吼，当日拍工的钱吼，啊，是讲过去欠的钱吼，啊，会提取出来抵押吼。啊，所以我伫纽约市里吼。我拘留32天吼，啊，就交保出来安尼吼。啊，吴某娘呢，我拘留了三个月吼，啊，交保出来。啊，了后呢，伫1971年吼，1971年，啊，开始开庭吼，啊，去审判这个啊，起诉这个案件啦吼。啊，因为吴某娘先生呢，伊是。现场开枪吼，哦，警察抓到吼，所以伊伫法院内底吼，伊就声明讲，这是伊做安尼吼，伊是有罪就对了吼。啊，我一个辩，我辩就是讲，我无啊，我无关的啊吼。啊，但是呢，因为这个枪呢，是这个台独人民的人摕来互我的吼，啊，这个枪有登记吼。啊，所以最后呢，啊，台独人民这个人出来作证吼，啊，所以结果我有哪有罪吼，啊，这个法官就是讲，无时无日吼要审判吼，啊，叫阮两个人爱出席安尼吼，啊，结果伫要审判迄天呢，啊，阮咱两个拢无出席吼，啊，我走离开美国安尼吼，啊，走咱随便去。啊，吴文良先生伊早当听了台机吼，所以因为阮当时无出庭，啊，所以都无法度宣判吼。啊，当然这个故事嘛真长啦吼，因为了后呢，我走到瑞典了，申请这个政治庇护，啊，结果3个月内底就准了吼。啊，准了了咯，我就公开活动吼。啊，结果美国都向这个瑞典政府提出这个引渡的这个要求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伫这个引渡的要求吼，伊、哦、需要这个司法的程序啦，吼、哦。唔是讲有这个引渡条约，啊，美国需要这个人，啊，你也着行，唔是安尼吼。或者佫需要经过。啊，地方法院、高等法院一直去吼，啊，伫这个印度官司内底吼，我伫瑞典吼，拘留差不多3个月吼，因为这个
司法定处遐久安尼吼，啊，结果呢，伫最高法院呢，三个大法官判讲，啊，两票对一票吼，两票讲爱引渡，一票讲袂使引渡吼，啊，所以结果爱引渡安尼吼。啊，其实我伫内底研究迄个引渡条约吼，伊写啊真清楚，就是讲。比印度这个人吼，伊所犯的这个案件吼，那是有政治性质，特别在印度吼，还是讲这个案件干涉到了吼，因得了这个吼，干涉到吼，有这个政治性质，特别在印度吼。啊，我这个起诉这个案件，当然是政治性质啦，吼，你要起诉一个啊国家一个。元首还是副元首吼，啊，唔是为着钱，唔是为着虾米，当然是性质的政治性质啦。啊，但是当然随便这大法官吼，有其他的考虑啦吼。啊，所以就决定我要将我但随便引渡转去美国。啊，在这个引渡的过程中吼，啊，我伫随便感觉吼。啊，有作息吼，我作息差不多一礼拜外吼，啊，无食水，无食物件吼，啊，所以上伊个飞机顶的时吼，我就昏去啊。啊，所以飞机呢，唔敢飞呢，伊离开斯德哥尔摩时点吼，了就伫丹麦就随降落，我唔敢飞啊吼，惊发生人命吼。啊，所以降落丹麦的时吼。所以甲送去病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丹麦政府伊嘛唔敢甲收啊，啊，所以这个要押我转去美国的两个美国警察哦，哇，真紧张吼，伊就去找一挂航空公司吼、哦，我有多间公司愿意阁继续飞吼、哦，啊，结果找到一间航空公司吼，伊讲伊会当甲飞去伦敦吼、哦，所以我等。丹麦无代，我就甲飞到伦敦去吼。啊，飞伦敦了，我嘛唔知影吼。啊，隔天醒起来了吼，啊，伦敦的这个移民官员就来找我吼。伊问我讲，啊，你即个人伫倒？你敢知？我唔知。伊讲你人吼已经伫英国内底吼，啊，你是非法进入英国的国土，啊，所以移民局甲扣留起来。啊，所以这个美国那边啊，都无法度将我引渡转去美国啦，哈、哦。如果你若要引渡这个人，你还阁向英国政府吼、哦、提出引渡的要求，哈、哦。啊，所以我阁一摆吼，伫、哦、英国阁拍这个引渡的官司啦，哈、哦。啊，这英国制度呢，含水电较无同哦，较认真吼。哦啊，所以我伫英国这官司拍了九个月吼，啊，所以当然我是去互扣啊伫内底，袂当出来吼。啊，结果呢，因个最高法院，伊即马是五个大法官吼，啊，投票结果呢是三票对两票啦吼，我那阁输一票吼，啊，三票爱印度，两票袂使印度吼，啊，结果将我印度转去美国吼。所以等到美国了呢，啊，美国法院呢，我将我以杀人未遂啦，哈，啊，判五年的徒刑，哈，啊，美国这都是你呐关三分之一，哈，你就会当假释啦，哈，你来当加释出来，啊，所以我伫美国要关一年十个月，哈，啊，了都。出来了，我就回去水电啦吼，啊，就等水电去重新啊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啦吼。啊，吴明勇先生，我想吼，伊是离开美国入去加拿大吼，啊，到即马呢，伊还阁无公开吼，表示讲伊伫加拿大安怎生存啦吼，伊真无简单吼。当这个离开美国1971年吼，怎啊秘在地下就对了，吼，英文咧讲 go underground 吼，
抓含台湾人拢无联络着着，啊，无人知伊人伫倒位吼。啊，经过三十几冬吼，伊伫1996年吼，到71年到96年吼，伊甲伫台湾出现，吼，伊甲台湾出现了，啊，倒来啊，啊，倒来当然是伊嘛是偷渡倒来啊，啊，所以国民党呢。嘛是个起诉吼，用我非法入境个起诉。啊，当时伊找个法官啊，律师也袂歹吼。伊是咧讲，当时即个国民党政府吼，伫联合国有签一个公约啦吼。即个公约有即个关于人权的即个公约吼，国民党有签，就是讲每一个人啊。有回去家己的故乡的自由，甲伊个权利，吼、哦，伊要回去家己的故乡呢，无需要啥物签证，吼、哦。啊，国民党来讲，啊，你都无申请啊，所以袂当回来啊。其实是违反一个联合国的这个人权宣言，吼、哦。啊，结果呢，啊，国民党就发现呢，因为这件吼，所以甲判无罪啊，吼，啊，我情形无同，我比较早了5年转来吼，伊嘛是用违法入境甲判的吼，啊，我转来时伊嘛唔知我当在转来啊，啊，电视转来拢唔知啊，哦，伊讲爱我来证明，啊，我是安怎转来吼，啊，结果呢，伊嘛甲判呢，啊，判1年啦，啊，判1年吼。一年去关嘞吼，所以我伫台湾嘞，转来台湾吼，转来家己的故乡，都叫判一年的这个加加安尼吼。所以我伫美国虽然判一年吼，伫美国关三个加加啦，但在大这边关到咱台南去吼，所以大概这个情形啦吼。这是1970年代吼。即、这个台湾人，还是讲留学生的即个起照的即个代志吼。啊，即摆倒转来吼，今仔要讲的主题啦吼。今仔要讲就是讲台湾呢，1895年吼，就是咱清国挂予日本，因为马关条约、甲午战争书。清国书啊，定一个马关条约吼，啊，将台湾割予日本，啊，所以迄当时呢，日本是开始派兵来台湾是1895年吼，啊，伊船来到淡水河口呢，无法度入来，因为淡水河口遐炮台吼，啊，向迄日本船安尼吼，啊，所以袂当入来吼，啊，所以日本船呢。结果西单较东边，迄、那个苏澳这边吼，但遐上兵力吼，啊，甲用陆军吼入来台北城吼。啊，开始的时阵，1920年代到1895年这期间呢，有真侪武装的这个抗日的运动啦吼。啊，伊当时当然抗日就是讲。认为家己是汉人吼，啊，无愿意互日本统治吼。啊，但是从1920年开始吼，这个武装的这个案件事件，变成做非武装的这个社会运动吼。来，啊，所以1920年代。哦，甲即马吼，将近差不多一个世纪啊，吼，1920即马2011年啊，吼，差不多要100年啊，吼，啊，台湾人呢，游玩呢，啊，佫被统治即个困境啦，吼，啊，我一直在想啊，到底是安怎？哦，台湾人呢，经过100年吼，即个牺牲奋斗吼，啊，佫无法度。有家己的这个国家呢，吼，好来。1920年，哦，咱知影吼，
即、这个有一个新民会吼，伫东京成立啦吼。啊，即、这个成立就是讲含1970年代相像吼，伫美国的台湾留学生组织动员会吼，差不多即个性质。即、这个新民会嘛是流行日本的即台湾人吼，家己组织的一个新民会。啊，即、这个、领导人呢？就是台中五峰的这个林献堂先生吼，啊，伊所领导的吼，啊，1921年呢，啊，咱知影吼，有一个台湾这个文化协会成立吼，啊，主要蒋渭水吼，啊，林献堂嘛是主要的领导人啦吼，啊，1922年吼，有一个台湾议会成立的议成动民会啦吼，这日语吼。啊，这就是林献堂先生吼领导啊，主要是争取台湾人的权利吼，啊，会当参与日本的这个政治吼。啊，1926年呢，啊，有台湾农民组合吼，啊，这个领导者呢，就是江杰特纲吼，啊，屏东这边的人啦吼。啊，迄当时，迄农民主要是正农。正甘蔗吼，因为要制糖的关系吼，啊，日本呢有真大片的土地呢，叫这农民一定要种这个甘蔗吼。啊，种甘蔗的时阵就是日崩的时阵吼，啊，会偷斤鸟啦吼，啊，所以受到真大的剥削吼。啊，伊当时诶，农民就利用一句话吼，啊，讲上工就是种甘蔗吼。哦，回虾崩啦吼，就是安尼讲，安尼足戆的啊，真甘蔗咧用崩安尼吼。啊，1927年吼，啊，台湾文化协会啊分裂吼，分做有一个右派，啊一个左派吼。啊，分了了呢，有成立一个台湾民众党啦吼。啊，这个民众党会使讲是台湾第一个成立的一个政党吼。啊！1928年，台湾共产党哈，伫这个上海成立。啊！1930年，哈，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成立安尼哈。啊，主要领导人哈，一个林献堂先生、蔡培慧先生安尼哈。哎，啊，这种种的社会运动哈，啊，主要就是讲争取台湾人的这个家己权益。啊，来凝结台湾人的这个认同吼。啊，迄当时，迄台湾人都已经是日本人啊，吼，日本籍的人吼。啊，当然，迄当时是日本的殖民地啦，吼。啊，伫这个1920年代、1930年代，啊，即个种种的运动吼，受到日本统治当局的打压起诉，啊，佮。看入去坐监的吼，有真侪人啦吼。啊，这个人我是一个代表性的吼。啊，我列几个人吼，像蒋渭水啦吼，啊，这个蔡惠如，这刘立的先生吼，哦，闽川蔡培慧，啊，林幼春呢是这个林献堂先生的弟仔吼。啊，江杰主要就是农民运动的吼。啊，尾啊，这三位呢，真有名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文学家啦，吼，啊，大家唔知影知影偌好无？偌好这中华哈，中华人安尼吼，会使讲台湾的这个文学之父哈，诶，这个偌好先生，啊，杨贵吼，这个啊小说家、文学家吼，哦，即个真有良知哈，啊，真优秀的人。拢参与伫即个运动内底吼，啊，受到日本统治当局的即、這个啊落脚之灾啦吼，来。啊，1930年呢，有一个太阳展啦吼，太阳展，啊，即主要是讲过去台湾即前辈艺术家吼，因的作品呢，需要伫台湾。啊，完成了呢，去送伊到东京，啊，予东京的日本的
即、这个审查委员来审查，啊来决定讲啊，因是毋是入选安尼吼。啊，过去呢啊，真侪台湾优秀的遮优惠作家啊，得到地点吼啊，非常侪个吼。啊，因认为讲，安尼毋对咧，咱台湾人家己的作品吼、啊，应该伫台湾即个所在，由台湾人的审查委员家己来审查，啊，即就是。咱咧讲咧，啊，台湾文化艺术的主体意识，台湾人的主体意识开始哦咧发生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创会者呢，陈立奇无伫遮吼，就廖介春、李兆桥、阮水龙、李梅珠、杨乐山龙、陈立波吼，遮个画家是非常非常的有名，各位毋知有认出清楚？这是足重要的台湾的画家吼，啊，伫遮我特别提起陈立奇啦吼，伊是遮个画家内底啊主要的这个啊，要怎讲，的老大就对啦，领导人吼，伊真照顾吼伊的较下辈遮人吼，啊，真可惜呢，陈立奇真早就来过身，1931年吼，这34年。啊，生日哦，伊31年就过身啦，吼、啊。啊，过身的时阵差不多26岁呢，真不错吼，足、哦、优秀的一个油画家吼、哦。啊，伊是十字人，代表十字的人吼、哦。啊，当时伊是读台北叫做师范学校吼，迄、哦、是台湾的当时台湾上，会使讲唯一的一个。一间学校就对啦吼，上好个学校吼。啊，伊伫这间学校，因为参加这个罢课事件吼，互学校退学。完啊，学校退学，都无学校通读啊。啊，所以迄当时呢，有一个日本的这个教水彩的一个老师吼，日本人吼，就是伊思考啊吼，就川啦吼。伊是甲我亲伊一路吼，伊就甲讲，啊无你直接去东京吼，啊去东京参加考试，去东京读，你不一定到台湾读安尼吼。啊，即、這个伊是甲我吼，就写条介绍批，互伊摕去东京吼，啊去参加考试。啊，结果我真优秀，伊一考就考入去日本的即个东京艺术学校。啊，伫遐吼，啊，成绩也真好吼，真优秀的一个台湾艺术家吼，来。啊，咱知影1941年吼，就是太平洋战争啊爆发啦吼。啊，迄当时呢，真侪台湾人哦，若要读册，拢去日本哦，那就伫1970年代，真侪人拢留学去美国学堂吼。1941年吼，迄个时阵真侪人去日本，啊，但是呢，咱日本读了呢，真侪台湾人呢，输转来，哦，都转到中国华北去吼，啊，华北迄当时呢，日本成立这个满洲国吼，啊，满洲国的时阵需要足侪人才吼，啊，这个台湾人真侪伫日本拢读医生。学医生的吼，啊，所以真侪拢转到华北去吼。但是，即台湾人去到中国的时阵吼，唔敢讲家己是台湾人，吼，伊批注吼，台湾人批注的暗号，就是用白字吼来代表讲咱是台湾人安尼吼，啊，所以讲也是真悲哀啦吼，唔敢表示吼，啊。一个人有法度美国诶去日本留学诶，啊无法度留学诶呢，真侪都定调吼，去做军夫啦吼，啊去做兵啦吼，啊参加即个伫日本伫南洋作战吼，啊真侪因为即个战争，足侪拢无倒来吼，足侪无倒来，啊即各位呐有读到一个。作家台湾作家李桥吼，
有写这个《寒夜三部曲》，《寒夜三部曲》哈，其中一本呢，伊就咧写讲哦，因伊个老爸迄辈吼，啊，钓鱼南洋作战，啊是迄个经过吼，迄本小说写甲真好吼，啊嘛写甲真可怜吼，啊，真早以前吼。嘛，有伫咱庙参加作战的台湾人，做一个原住民吼，唔知影战争1945年战争已经结束啊，唔知影，伊拢伫咱庙的迄、那个树篮内底吼，丛林内底吼，啊无垃圾哦，无啥物吼，唔知道战争煞咧，啊搁秘伫内底吼，经过战咯，经过要正十年啊，伊才走出来咧吼。后尾啊，有送到倒来台湾，吼、哦，这个可能大家不大有这个印象啦，吼、哦。来，啊，1945呢，吼、哦，日本就是台湾日本战败的吼、哦，啊，真侪人讲，日本战败啊，台湾占领哦，唔是，吼、哦，迄当时的台湾就是日本的领土，日本战败。啊，台湾嘛是战败安尼吼，啊，但是真济台湾人吼，啊，包括真济少年囡仔吼，闽籍辈吼，真济唔知影讲，日本战败台湾，嘛认为台湾占领安尼吼，所以我伫网络内底吼，有人甲这个 Facebook 咧甲讲，这个。太平洋战争的时阵吼，因岛伫台湾吼，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吼。哦，我听者拢讲因吼，伊当时台湾是日本的领土，那有可能日本轰炸家己的领土啊？不可能啊！哦，所以就对这段历史吼无清楚吼，后日证明吼。啊，1945呢，战争了呢，蒋介石就代表民军。哦，盟军哦来占领台湾，啊，当然是真侪台湾精英迄当时就真欢喜，讲哇回归祖国啊呢吼，来，啊回归祖国了，1945年吼，经过两年，哦就开始大屠杀啦吼，啊即。倒转来，遮个人本来是讲，应该有一番的作为吼，啊，建设台湾安尼，结果唔是这个情形吼。啊，二礼拜牺牲的人，哦，20000人以上，啊，有诶我唔听啦吼，应该佫有较济个吼。啊，像遮个林茂生先生啊、陈奇啦吼，叫七龙因遮个人吼，啊，佫足济啦吼，这是代表性吼。啊，倒转来，遮个陈林宝遮画家呢？家己个吼，嘛二礼拜的时阵，互枪杀安尼吼，个人拢枪杀。啊，即无被枪杀的，无被抓到的，啊当然是走啊，吼、哦。啊，伊要安怎走呢？就下雪红，又吸风吼，即、一定爱走，无抓到一定死个啊！伊个共产党吼、哦，啊，下雪红伊安怎走呢？伊迄阵咪想讲，上危险的所在就是上安全。啊，所以伊就当时呢，走去高雄港海军吼、哦，国民党个海军，啊，坐日本海军个船吼、哦，走来中国去吼、哦。啊，即、这个廖凤个出名人家人，走来日本吼、哦，走去日本。啊，走去日本了，就等日本呢开始推动台湾的即个独立运动。啊，所以虽然1947年吼。哦啊，足侪台湾人被牺牲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嘛，确实吼，台湾人的一个觉醒，就是讲，台湾应该是家己咱变成做一个独立的国家，唔是讲咱是韩祖国做伙，啊，是讲咱是中国人，唔是咱应该有一个独立的国家，啊，所以台湾独立运动，就真正咧1947年啊开始推动啊咧。1949呢，咱知影国民党啊、共产党吼、哦，伫中国
像台啊、拍啊、迷迷麻麻哈，啊，最后呢，就该去拍输啊，啊，拍输边啊，还走路啊，啊，所以就是1949年，就该去走来台湾。1949年，台湾是日本的领土，虽然日本战败吼，但台湾还阁是日本的领土。1949年，就该去中国诶。即、这个国民党吼，还是讲因叫做中华民国吼，走来日本的领土，啊，就是流亡啊。一个国家走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土地，所以是流亡来台湾吼。啊，所以蒋介石还是讲国民党吼，有两边的性格吼。1945年，伊代表民军占领台湾，吼、哦。伊毋是讲日本向即个俄罗斯投降，毋是日本是向民军投降吼、哦。啊，所以1945蒋介石集团呢占领台湾，1949呢蒋介石集团流亡台湾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国民党甲蒋介石集团吼、哦、有两边的性质吼，一、哦、个、就是占领台湾。一个是流亡台湾吼，哎、哦，流亡台湾到即马还搁在流亡，吼、哦，因为伫国际法流亡袂当改变即个主权的事实吼，啊，所以一定会那个流亡吼、哦。啊，但是1950年，即、这个俄罗斯伫台湾，哎，都挖起来呢。安怎讲呢？1949，共产党甲拍倒啊，所以中华民国。伫1949伫中国灭亡啊，灭亡啊！迄当时，中华民国的总统是李宗仁啊，哦，蒋介石是下野啊，哈、哦，所以伫中国国民，中华民国灭亡啊，但是1950年呢，蒋介石伫台湾，伊开始讲，我要搁倒转来做中华民国的总统，就是所谓的复兴四次的哈。你要去做总统啊，所以中华民国伫台湾1950年，佫活起来吼，佫活起来啊，所以有人研究一寡学者咧讲，中华民国伫中国的中华民国，甲伫台湾活起来中华民国，是毋是同一个系统啊？吼啊，所以中华民国百年吼，啊是安那算的吼，这段时间有长期啊，吼。啊！1950年代吼、哦，开始这个白色恐怖最惨烈的时阵吼、哦，啊，一寡在台湾精英，啊，就是走来走了吼，我总走来海外去吼、哦。啊！1952年，这个旧金山合约啊生效啊。啊！旧金山合约主要就是讲，条约内底写讲日本呢。放弃对台湾甲澎湖的一切管理，吼，真正的吼。啊，1949呢，吼、哦，有这两个性质吼、哦。来，阿个说，啊，即摆六零年代，即拢大家走啊，因为国民党杀人有诶无诶掠人吼，啊，所以大家走来日本，走来美国，啊，即留生呢。有伫美国成立啊，即、这个台湾独立运动上早的吼，1956年，伊即个 Formosa，Free Formosa 吼、哦，啊，即、这个1957呢，国民党开放即、这个啊台湾的地方选举吼，啊，所以有所谓的清议会5-5奖吼，遮人。可能各位有哪有熟啦吼，就李万基、郭国基、吴三连、李元振、郭有清、柯世，这人拢已经拢过身啦吼。啊，1964年吼，有一个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吼，这是潘明敏先生啊，甲伊两个学生贾春敏啊，甲魏廷条吼啊写一个宣言，啊，这宣言。强调讲啊，反共这个大陆是无望的吼。伊、哦、当时
国民党的国策就是反攻大陆啊。哦，哎，公然就讲反攻大陆无望啊，吼，无希望啊，吼，台湾应该要变成做是一个国家呢，吼。所以伫迄当时敢安尼讲吼，这是太头多，啊，非常勇敢啊，吼，来。哦，啊，1970啊，拄拄有讲吼，即个世界大多人民成立啊，啊，1970年，平民们先生因为伊即个人民啊自救宣言，国民党啊 House Arrest 啊软禁啊，啊脱离台湾，到伊到即个瑞典啊，啊1970就起这样个代志，啊1971呢？蒋介石入去代表吼，被驱出联合国吼。啊，这点呢，真济被误解吼。啊，国民党一直咧讲吼，啊，中华民国啊被驱出联合国，其实唔对，是蒋介石入去代表吼，被驱出联合国，中华民国犹原呢，啊，佫留伫联合国。但是中华民国名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啊，所以被驱逐的人国唔是中华民国，是蒋介石家的代表吼，这点大家爱认清楚吼。啊，1975呢，蒋介石死亡吼，啊，1977啊，中路教会有一个临幻宣言吼，啊，宣布讲台湾应该加入一个新。个独立个国家哦，啊，1978呢，蒋介石啊，继续呢啊，独裁统治台湾哦。啊，1979年这较接近咱较清楚哦，啊，美丽岛事件哦，啊，大量掠这啊反对运动的这人哦，啊，1979呢。由美国甲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建交，啊所以含这个 ROC 吼，中华民国断交啊，啊断交了后呢，1979呢，美国通过伊国会通过一个国内法，叫做《台湾 Relations Act》吼，台湾关系法。啊，这个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。啊，现在成立一个国内法，因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，所以伊会使成立一个国内法。台湾若是国家的时，伊来订立条约，国甲国的中间的关系吼，啊有条约，伊这毋是，伊这纯粹是美国国会通过的国内法。啊，所以真就是证明讲台湾本身毋是一个国家吼。啊，所以伫台湾关系法内底呢，伊咧讲统治台湾呢，有一个台湾地理总局吼，伊英文叫做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 吼，伊无咧叫中华民国吼。197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呢，伊即摆甲称呼做台湾地理总局吼，毋是中华民国吼，毋是国家呢吼。1986年，啊，这个民进党组党吼，突破党籍。啊，1987年，啊，这个改组实行38年的这个戒严吼。啊，虽然是改组这个戒严呢，1987年嘛是还佫有人被判刑吼，蔡英文考到着嘛是叫判刑啦吼。啊，所以。即、这个戒严以后，真济反对运动的人，啊是讲海外的人倒来吼，大家拢投入去后，俄西的体制双固吼，因为无危险性啊，大家拢拼来双固吼。啊，1989年，郑南榕先生吼啊自焚吼，来。啊，1970年代吼。但1988开始哦，海外这台湾人陆陆续续啊拢倒来哦，有的是啊摕着签证倒来，有的是这个偷渡倒来哈，
像这个李应元是偷渡啦，张灿龙嘛是偷渡转来吼。张灿龙伫机场了发掠着吼，李应元是伊转来唔知影，转来不接久啊吼。较较知影讲人转来吼，啊，剩的遮拢有签证转来吼。啊，即卖就是讲，遮海外有名单转来吼，过去伫海外。成立台湾独立运动，就是要打倒中华民国，吼、哦！因台独联盟的这个党纲提条，就是要用一切手段推翻中华民国，吼、哦！啊，结果即马会当倒来时，用一切手段投入去中华民国的仓库了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这是前后吼真大的一个矛盾啦，吼、哦！啊！1990年，吼、哦，李登辉就就任 ROC， 是中华民国，啊，是讲中国台北的总统，吼、哦。啊！1991，有一个百姓党联名，哦，所以1991拄拄我转来迄年，吼、哦，啊，拄着这个行动联名，哦，啊，剩的一挂才有运动，吼、哦，有一个。现在有一个印象啊，有一个外都会啊，啊一个台湾教师联盟啊，这1990年开始啊，啊就去台湾增加四国啊，啊去演讲啊，去宣传这个理念啊，纪录片，哦，李登辉是第一任的民选的哈，这是民选的这个总统啊，对。啊，2000年哇，2000年真欢喜哈。民进党的阿扁啊，哇，选到总统安尼吼，大家真欢喜，希望讲这个阿扁啊，八年的执政吼，有法度透过正面运动来建立家己的国家吼，啊，结果就是讲，这门正面运动未通吼，台湾这个正面运动这条路未通，不但未通，本身佫拍来，国民党拍来乌路安尼吼。好嘞，2006年哈，啊，这个林志升点哈，啊，一挂人呢开始向美国提出控告，哦，啊，主要是讲美国根据这个旧金山合约，美国应该有义务。来解决台湾的问题吼，啊，结果美国采取迄个模糊政策吼，互台湾人的这个地位呢，一直拢无法度解决，60几年来无法度解决，啊，所以向美国法院提出告诉吼，啊，主要是咧讲，美国根据旧金山合约，伊是主要占领韩国，因为伊打赢日本啊。哦啊，所以伊有这个啊，主要占领韩国诶，这个啊位置就对了吼。英文叫做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， 主要占领韩国。啊，美国呢，伊是征服日本，打赢日本吼。啊，所以台湾变成说是美国海外一个被合并诶领土。伊毋是美国的领土的一部分啦，吼，伊叫做未合并，不合并入去美国的领土，吼。啊，所以根据美国的宪法，吼，伫美国海外未合并的领土的顶端的台湾人民呐，这个台湾人民就是讲1945年，迄当时日本投降的时阵，吼，迄当时的台湾人就是台湾本土人民哈，应该有享受美国宪法保障之下的人权呐。所以咱应该呢，美国爱保护咱的人权哦。虽然咱是应叫做非公民的美国国民呐，哦，伊唔是美国的 citizen 哦，只是美国的 national， 这是伊这个根据战争法哦，一寡这个。论述啦，吼，啊，所以
每只合作吼，咱着何水源先生吼、林志雄先生等等吼，因遮人诶即款主张甲论述吼，是经过美国法院诶辩论诶辩证吼，一种论述甲提出法律去辩吼，表示讲伊即论述是正确吼，啊所以。2026年过个哦，过来，过个2029年哈，来下一页。美国最高法院哦，有一个判决出来哈、哦，啊，这个判决文哈，伊、哦、辩论的这个内容哦，较经过哈，经过照讲，各位也有这个资料咱看哈，真精彩的一个辩论啦哈。哦啊，最后我就讲提出伊即个重点吼，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，伊是安尼讲吼，伊讲伊过去60几年来吼，台湾人民有生活伫政治联合内底吼，啊，伫台湾呢无有一个一致认知的政府吼、哦，政府也无一致认知，啊，伫国际社会中呢。无有即个确定的地位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法院是安尼讲吼，伊、哦、是讲，啥物人对台湾有法度行使主权吼、哦？这是政治问题啦吼。伊、哦、是讲法院呢对即个政治议题呢超过伊的管辖权吼。哦伊无缺乏这个管辖权，啊，所以伊无法度阁继续受理吼即个案件吼、哦。啊，即、這个案件以外呢，啊，美国啊一再对国际宣示吼，一再讲台湾不享有国家主权，吼、哦，啊，一再咧讲台湾毋是一个国家。中华民国嘛，毋是一个国家吼、哦。来，啊，所以即、這个美国国会对台湾的管辖权，即马就是讲，法院讲，哎、欸，啊，对台湾的主权的即个行使、即、這个认定是政治认定啦。啊，所以即马真清楚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讲。咱的努力的对象应该是美国的国会，较有法度吼，啊提案来解决台湾问题啦吼。虽然咱个比美国法院，但是某种程度呢，咱有得到答案啦吼。但是要搁进一步，就是讲政治要向美国国会、美国国务院吼啊来要求。哦，做一寡代志安尼吼，来。啊，最后呢，就是讲这个啊，2011年吼，这、哦、台湾民政府的这个时代阴影啦吼。啊，目前咱的这个运动虽然是一个民政府吼，嘛、哦、是这个啊社会运动型的一个啊组织吼、哦。啊，咱的目标。向着美国国会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有这认知，吼、哦，咱知咱要刷嘞的这个策略，咱的整个的战略，咱的路线，吼、哦，要安怎来做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比较得较清楚，吼、哦，袂讲过去一百年来，遐侪人牺牲，啊，佫无法度，吼、哦，啊，得到变成做一个国家，吼、哦，安尼，啊，我的这个。课吼，演讲到这，啊，我留10分钟啦吼。啊，各位有啥物问题无吼？啊，你交流一下呢吼。感谢感谢。各位同学，我问你，不要客气啊，麻烦。你这东西可能都没有听过，不太了解。不要客气了。
想请问一下，就是这个现在2009年之后的那个德国法院的那个回应，对不对？台湾政府有做出任何那个回应吗？我们将我们的英国法院的迄个破法文哈，啊，咱知影讲台湾的咩国籍，啊，所以即摆就是讲，咱开始即摆开始咧认证哈，啊，要发一种身份的证明，要证明什么呢？证明是1945年迄个破法年代。迄、那个时间点吼，迄台湾人啊，甲以后台籍人，就是本土的台湾人，啊，遮个人呢，要发一种身份证明号，互来登记的人，吼、哦，啊，你摕着这个身份证明呢，你要入去美国呢，无需要美国的签证，吼、哦，意思是讲，美国有渐渐要承认。台湾是被合并的海外领土，啊，所以享受美国宪法所保障的一个基本人权。啊，这个基本人权，第一就是讲有旅行，咱有旅行的自由。啊，要旅行的自由，你还要证件。啊，即马这张身份证就是证件。哦，这是第一步，咱即马在做。哦，啊，即马是高雄州开始在接受登记，吼、哦。啊，台中州也是已经有接受登记啊嘞吼，这是因为这个个数吼，所延伸落来的一个啊，正在即马正在进行的工作啊嘞，嗯。其他啊，搁有无？无空气的再搁问啊，嘿。来，现在的中华民国知道这件事吗？中华民国应该是知影，应该知影啦吼。虽然咱无讲伫报纸媒体上讲这代志吼，但是因当然是应该知影吼。但是知影嘛，无多阻止，哎，无多阻止这代志。像你刚刚讲台湾人权，就是要证明台湾原来住的是台湾人，对。那你们是用什么方法、什么角度去评价谁是台湾人，谁不是台湾人？就是你要有户口，这个户口成本证明呐、啊，哎，啊，这个证明就是讲，比如讲我的证明，我是1945年以前生的呀，啊，所以这一定是。台湾人，那1945以后生的啊，还有证明啊，哎，啊，这个问题可能是必须要会当解释了较好，免咱去证明讲，伊是本土台湾人哦，要提什么安诶证件出来？我下一个节目 ，OK。我知道你说像这样子的话，是以血缘关系来讲，还是以贡献人士来讲？不是，不是1945年在台湾的啊、哦，就是台湾人跟他的后代，哦，啊后代呢有真多，伊后代有是台湾人甲台湾人结婚，有是台湾人甲1949来台湾的甲中国人结婚，哦，这个关系，哦，这就是变那个厘清这个物件。所以只要能认同的话，就必须台湾人。对对对，认同台湾就是台湾。不是认同，要证件。哎，因为认同，哎，马英九嘛认同台湾呐、啊。他说我爱台湾，我是这边学习嘛，会变成台湾人哦，一直讲的呀、啊。所以口头无凭呐、啊，哦，别再讲我爱台湾，我爱台湾呐，不是你来有迄个证明，哦，你迄当时还是恁。老爸老母，伊什么时阵伫台湾出世？吼、哦，会这证明。我来一个问题，我三分钟。啊，若无要结束啊，
哎，无吼，那无咱今仔日吼，搁剩两分半钟啦吼，啊，咱来结束安尼吼，啊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起立。李正，敬礼。Thank you.